出来了。那只能杀回我们家。怎么用我？没有用你啊，我复活很多人呢。不要这样浪费，不要浪费在我身上。不要浪费在那只球身上。球在你旁边。等一下，吴俊来，请问是车在推你，还是你在推车？我在逃命。他已经残了，哦哟。208，不行。哦，我在开大根本连，就是要很难打。对不起，我刚才是蠢死。不行，来不及过去。看那个推。可怜。对啊，都只有在坦克上啊，我从来没看过母狮有欸。我都在母狮。为什么啊？你买了母狮卡吗？母狮卡。我的箱子都会在母狮那，然后斗阵币都在洛顿。奇妙。我现在拼命吃已经干掉的那种碳烤，干掉的、都已经放太久，冷，对啊，好像在吃肉干。烧烤放太久会讲这样，对啊。主要是带回来就已经干掉了。听说外面在下雨，要不要考虑一下？嗯？玩水吗？你说把烧烤拿去淋雨，就不干了。我可以冷到 CWT 带给你啊。那时候还能吃吗？可以啊，为什么不行？
玩东哥，你们不是玩东哥东 star 吗？肉干很保鲜呢，保鲜可以很久呢。保鲜哪里怪怪？那你要先做个塞肉架。不用啊，我已经塞干了。精彩回顾，要看每次要看精彩回顾就开始。哦，妮娜，你刚都没做事对不对？哈？这次我看影片看很久哦。尼泊尔，尼泊尔。圣所是哪个、啊？中间那个有中的吗？中间圣所。中间左边有碰的吧？对，就是中间周围都会掉下去。哦，要玩个不会掉下去的 PVP 嘞。你是不是想表示什么？应该要玩。小可爱，别担心，救星来了。很久没玩法拉了。没有很久啊。对啊，昨天玩过。没有玩过，没有，应该说一般对战的时候玩法拉。我只知道那个拳王很夸张，没有办法，那高地才有二楼，不然他们要不是有二楼，那怎么打的？哎，哎，我按到表情，对面，对面东西又砸了。哎，那个是那个哎、欸，上次的。那个残压塔，可是 JYBB 是刚刚的。哎，干你妈的！对不起。在开台啊，救口大大。脏话只有我能骂。对不起没，不行，不太会玩东西，还是乖乖换一只玩好了。有炮塔，哦，没子弹。没子弹是这样的吗？你有没有考虑过我？你怎么没考虑过我怎么打？你怎么没考虑过我？你死了，我该咋办？倒在地板上。我不行。哎呦，那个 JYBB。怎样？要生气喽！他只勾我，我换一只能飞。我在想那个啊，请问是对面炮塔千里线吗？哎、欸，爆头！小心被推哦！谁？我说要小心被推，因为那个陆修一直在藏小房间。哇，白痴哦，没有顺道。陆修会一直藏小房间，你说你要小心被推。哇塞，他现在开大，他开大保自己啊？不是保自己啊，里面很多人，你知不知道？哇，都是自己人啊，对他保自己啊。保那只开大的 JYBB 啊！龙哦，我跑了，不行、啊，我炮塔，那能量太高了、啊，为什么？我也在想为什么那么高。哎、欸，爆头也没有盾，让他吸很爽啊！炮塔打厉害又不会吸。他有可以吸盾，他不能呢、啊？他不能吗？他不能啊！而且这个问题你是不是问过？我不知道。不行啊，有炮塔还没补的好，真的不行。根本过不去拆炮塔啊！啊，是我要拆，那你要补到我、啊。火箭弹落。那我下面会先死啊！如果光只补你的话，我绝对会先死，也补不了你多少。
抖抖抖，看到九口在抖抖抖。你的为什么要推我？起来了，别玩了。让我起来。那没有杂力啊，我还要玩这只充电宝。看你啊。我没有要牵你啊，不是牵你啊。急着过去了。我们的吗？左边路西欧，然后我们的路西欧在左边哦。有夺命。猪过来了，哎，吴缺，为什么他不理你？你这问题问的回答。闪光又回来了！哇靠，他哪里有点希望？他宁愿跟我左右在那边跑，他也不去打你，你就在他后面。正面其实要有大龙，已经开了。嗯。天气我掉了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过来的。哇哇哇哇！死神近点了，死神近点了，你们小心。考过大了。这你就跑吧。是。不行啊，死了。啊，认真。没有，我原本刚要给无缺的，你刚好就冲到前面来了，我没办法。我刚刚完全没看到你，好有道理哦！我就这样补起来了，大大，这，我觉得我很难补你啊！安娜就算了吧，不要抢人所难了。我原本想要一罐丢你啊。我刚刚一罐没砸到你，来不及砸你。应该说砸不到你。你怎么会觉得你砸得到他呢？我有预判位置，可还是砸不到。我难。开大打一次第一把，你有必要吗？有，这次我砸到了吧？死神被我睡了。他睡着了，没错。啊！哎，死神呢？不是啊，你竟然开我大招的！哎，死神金枪哎，那个咋地呀？啊、不是，他一定很讨厌你。不是、啊、不是、啊，只正我而已，你当初这样开给我。我吃掉了。在丢啊，丢死！哇，有有有，他被我睡了。嗯，
座椅。哦，那死神怎么在这？死神在角落。我又按到后面啊！对决啊！都在你们旁边。不错，今天有肌肉准备还蛮好的。我刚刚最后射中那个催眠镖。这个就要玩这个。对。我垫了下来。不知道你们一个都跑那么快。我换上位拉了，跑比较快。哎，他的队友放针，就快要死了。可以，我看到你补我了，谢谢。就你了。八零啊！哎，暂停了，暂停了。快点！大大，你封一边的门吧。哎呦，他封前面。飞过来了。猪猪在旁边。你死掉了，我咋办呢？哎呀！啊，我是充电宝，对不起。电呢？那个点点点，你死掉我咋办呢？跟着死。当我去乱点的时候，大大应该把一边门封起来，点那一边门。他封了前面的，有封啊，封前面不就好了？没有，那他没进先冲进来啊，你封前面来不及啊。他刚才前面没封好啊。对，左边就不用说没有，刚刚就有封。就不用再说了。哇！哎、欸，阿里好惨，阿里用连接了。卡热，等一下我听到死神。继续工作。耶！听到白。不是，我快把半战打死了。不要问我，我说死神为什么是半战快死？没有，我有看到，原本你在打半战，然后死神顺过来了。嗯，没有，我是要打他们两个，可是我不知道什么子弹都在半战身上。可怜，你是讲我可怜哦？子弹快，就是你。好了，你可以出去玩了。谢谢。你也可以出去玩了。我想说，我刚刚走到艾琳前面，然后没补到，他就没了。对，没了。有点难过。刚好开完了。球球要不要回来？哎、欸，死神走，要走进去了。右边，怎么会？不是啊，爆头？怎么？多近才爆头的、啊？那么那是猪？那猪一开始勾我，因为我刚刚原本想回来找Tina，还是他勾过去？哎、欸，不是啊，他勾过去伤害也没那么高啊。我刚明明对Tina补满血了。我看到九口了。没有，我没补到你。哦，你没补到我吗？你怎么看到我？撞桥。对。
烟，靠近一点哦。啊，打不赢。我是近点的啦，死神开大、啊。我、不行，我刚好死掉了。不行，大招来不及，差一点点。为什么我会有440的伤害？应该是打半张吧。你刚不是跑去打那个吗？半张啊。对啊。没有啊。然后繁星在旁边呢、啊。有啊，我有看到啊。你拿小仙去打他、啊。我没有跑去打，是他们跑来打我。这只老公我准备打好，为什么会有海来？都是他蹭一下蹭，蹭一下蹭。还可以再一场，十一点关。你这刚猪很扯哎、欸！刚刚那猪，我刚刚不知道为什么。猪是海带耶，三杀。那刚好像应该，我也不确定，有可能刚好走到他头前面，我好像直接被打88%走，好痛。就攻击，他第一只给我这个，他第一只给我这个。如果他给我的、這個，还是你要夺命？嗯嗯，你要夺命吗？第一只给什么吗？第一只给我这个、啊。你要玩什么？你玩啊？没有啊，我这次等一下就换掉了。很长，一直按到治疗我，好像或许可能。你治疗预设是在哪？还是你设在哪？了解。哦，好，难怪会按到。他们有原氏在左边。什么原氏啊？那他们都要换。有避雷哦。然后我也是。我的咋力啊，我看到有人五颗球不打在门上。预估错时间了，他有盾呢，死神跑走了、死神跑我这，有盾啊！哎呀，哎，我准备五连珠的说，他快死了，死神快死了，死了死了死了！我们上吧！哇！你们有避雷？要起来了，他睡着了。起来了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壁垒出来了，他架起来。不要理我们，你们两个要护理了。架
刚打到你的脚胶而已。舒服多了。等一下换弹。打我，打我，打我！哎呦，不行，死神在旁边。啊，不行了，不行了。死神在，哎，死神在那个就是出去。碧莲睡着了，碧莲睡着了。他躲在那个地方，小左边也在楼上。好，门的左边，死神在那个我们出生点那个门过去之后的左边。如果他还在的话，我强化了，可是我该强化谁啊？避雷死了。啊，算了，拿来保你们好了。哎、欸，死神用那个，死神上面哦。我有点细呢，没关系，我被杀杀杀了。好的，不行，牛逼哎，不行的。哎、欸，那个心就歪掉。继续战斗。死神，你们上面。死神在听啊，抓听啊。没事，他跑回去了，他断脖就走了。他去吃补包了啦。来不及补你。没关系，我的血不可以用它。没有生命标。碧野在哪？在那个点内。对，点内那个点内那边门小门口那边。死神要出来了。啊！哎，哦，不行！请问我们是不是这边有点惨？好，我去收台。好啦，今天开了4个小时啊，前面就真的玩到破关，后面再找游戏玩。明天会跟巧克力玩那个玩游戏，所以明天晚上再来看我吧。啊，下午我一样会开啊，再开啊，开什么到时候再说。那、各位晚安咯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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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拜拜。